刚吃完过多久？四神汤。我十二点的时候有喝葡萄酒，跟很久嘞。喝的量不能多吗？两杯吧。那可能代谢的。因为已经在朋友那边待很久才回来，而且刚去那边吃空肉饭跟喝汤。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没关系，不好意思，辛苦了。好，那我跟你讲一下酒测的规定。好，没关系。酒测值0.17以下不罚。对。0.18到0.24要开红单扣车。0.25以上是公共危险，所以要移送。那我刚刚多少？不知道，还没测，用这一台，这一台为准。就是这一台测出来多少就多少。啊，或是你可以选择拒测，拒测就是罚18万，吊销驾照3年内不能考。啊，一样要扣车，还要上道路交通安全讲习。好，如果你的酒测只有0.18以上，这一台车要扣牌2年。清楚吗？好了吗？那也只能这样。吊车吗？好吧。